啊完了完了，我有冰雹刀。天等天等，下冰雹。电车被砸坏，全部都裂了。完蛋了，天灾哦，塌房哦，下波要全部人都赢回去耶！蜡烛厂个烧烧到咁大火咧，那几时个栋楼都烧了呀？几时近到个栋楼都烧了？啊，个栋楼烧了呀！个栋楼啊，阴公咯！哦，个栋楼都爆咯！哦，呢火嚟噶。老公，你先。哇，哎呦！我操！哎呦！水位的地方就淹了，现在就一楼那里比较严重哦，到处水淹哦，水淹到了可能十公分吧，现在有消防员介入了。家里被淹成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住啊？哇！
广东连续落咗几日暴雨啊，好多地方都洪涝成灾，而我哋身为暴雨都冇停过，有一场大风，所有甘蔗都倒晒啦，场子损失几十万啊！就好似我哋种新月甘嗰轮一样啊，七八月份咧跨过关键时期啦，遇到回风季啦，真系一场回风可以令到我哋乜都冇晒噶，所以咧我哋农民真系睇天食饭噶。啊，这个是财政局，那边是纪委，那边是内蒙古这个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啊，政府信访局，整个最主要的一条街，你看看才有多少人。就是如此萧条啊，国家级贫困县让老百姓就是陷于是这种的困顿当中啊，他们就是违法的这个发放贷款啊，这里的农牧民就是没有文化，就是当时就是说是他们这些就是各大银行啊，他们就是说是信贷员收信贷员的钱，就一般发放3到5万的这个贷款，最少也得1000到2000块钱给信贷员的好处费，不管你符合不符合放贷的这个要求，给你都可以给你放贷。行长是他是行长收行长的钱，信贷员收信贷员的钱，违法的放贷，然后最后啊让政府去吃人民群众的利息，让银行去吃人民群众的利息，人民群众因为这个经济不好，天又干旱，完了还不了这些本金利息，然后就是被诉到人民银行，被这里的各大银行诉到人民法院啊，然后呢人民群众还被不得已没有文化，还得花钱去请律师，然后再去上诉，这就是他们四子王旗特色啊，公检法腐败一条龙，大家都挣钱，只有人民啊倒霉啊，法官啊书记员啊，还有包括银行的信贷员啊，还有银行的行长啊，所有的人啊全都挣钱啊，检察院的这些法官啊，这些信访局的啊，纪检委的都能收受红包啊，都能收受礼金来给他们摆平事，唯独人民群众只有花钱去打官司，去承受最后的这些痛苦。人民万岁，人民起来，打倒特色的这些贪官污吏。那都是什么腐败的交警，他们中华羊，你妈了个批！车牌车牌，哎，5115。有星点子了，下边着火了，下边有星点子了，着星点，下边有着火了，有星点子。你下车就行。
下边下边下边转路了，这是又爆炸了。废了废了，这车废了。赶紧喷喷喷下面，喷下面。上面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